普里游客中心于2015年1月24日正式启用。欧式的建筑外观成为日月潭风景区的亮点之一，是前往日月潭、普里、清境的前哨站。这里设有卖店，除了贩售日月潭周边商品外，并提供游客转乘至离山的服务，另提供旅游资讯与交通方式的咨询，是日月潭提供外来游客的全新服务据点。